哎，大家好，这里是 Phoenix 为大家带来《过连让赖三策》的游戏视频。我们这一期呢，是按照之前说的去接着做主线任务，现在也是要再打一只黑狼鸟啊。估计我也算是黑狼鸟，感觉上试炼，我感觉打的还算可以吧，可能毕竟也是比较简单。总之是种种原因，我也是比较。给我感觉上挑战可能是可以打过，肯定是能打过，就是打的待会儿有多么伤就不一定了。这几只怪我觉得电龙貌似是最简单，毕竟是只要你有耐心就是可以打过。黑狼青怪鸟我是觉得只能是血拼了，我现在还没有发现一个比较好的方法。黑狼鸟呢感觉上还可以吧。金毛我就觉得我就是暂时不，真的是不想讨论，给我感觉就是恶心人用的，实在是不太能接受。不过可能毕竟也是打的比较少，这也是有一定原因。不过这个上来就这么恶心人的话，还是有点不能接受。但是黑狼鸟，又是没有吼叫，又没有声音了，太棒了。好奇怪啊。不好。这个卡亚曼好像是，卡亚曼应该是，哇，我们卡亚曼应该是卡了一下啊。又来了，这个很像，特别像二代中啊，二代中的黑龙鸟，就是发疯，完全不知道在打什么东西。这样看一下他后续吧，后续要是一些很变态的连招的话，估计我们会直接中招。怎么又没有收到？好奇怪。哇，这局却没有打到我们，比较运气啊，这是。太远了，直接利用这个去扔蓝色的。好像应该是三段，可能是，或者是甚至说是四段，打到它的这个尾巴根上，因为是肉质鹰，貌似是好像是全身最低的了吧。所以是到此打了116。那好在是因为哇，这个天哪，这是一个超新星还是什么东西，这么白。好在没有弹到刚才那下。另外我发现我卡亚曼也是挂掉了，正好挂掉的话埋陷阱了，埋陷阱正好可以给引过来。哇，好危险。发现黑狼鸟中，哇，这什么招？这是火龙的招吗？请你下来。哇，这脑袋有够硬的啊，打了3个3段。不好，中毒了。
哎，不好，我们的解毒药停。还没有 come， come 的话，这个后续的喷火球肯定就会中招。不过我们海洋马也是不错，谢谢，感谢。哇，好危险！刚才应该是看卡刀，好像是没有卡，没有，刚才是没有卡刀，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打到。说实话，这个这些攻击啊，有些攻击是 online 中新加的，我也是不太熟悉。像刚才这种情况，就是哎，硬值还是太大了。我觉得，哎，蚊子，你们不要管我，不要，哇，这是怎么打到我的？看我们肉能不能吃下去吧，还好吃下去了。再补一个怪种，像哎，发现好像是脱离战斗了。像这个圈剑的这个弓箭，哇，这是什么情况？哎，破译，这个圈剑可以追刀啊，但是连击的话，感觉硬值还是太大了。谢谢我。哎，没有打到。不好，这个正好他要是来一个马上的，哇，好危险！哎，我知道这一个尾巴会往这边，等于是，相当于是过来直接是想拱我们嘛，这样我提前是出刀，正好可以打一下。砍到翅膀上了，不过貌似翅膀肉质也不低啊。又怒了，像这几招都是打到翅膀根上，应该是全身最硬的部位。可能我不太清楚，这个算尾巴吗？又中毒了，好吧。这个中毒是100%中吗？还是说？我应该把它拿出来，这个确实是我的不对。这要是轻快点我就飞了。不好，刚才是想直接接翻滚，结果上是弹刀了，这什么情况？放晚了，刚才我也是看一下，好像刚才给我感觉，哎，这个怪怎么好像又出 bug 了？看一下火球还喷得出来不？还好能喷出来。貌似，哎，这个尾巴跟脸都是没有破，另外染色。哇！哎，天哪，好像已经。差点换区啊！刚才，我觉得现在这个黑狼鸟换也是，他估计也是快换区了吧？好，没有判断出来，毕竟刚才我在说话，他现在可能也是要换区了，所以说，我还没有断，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尽量跟他保持吧，尽量给他炸下来。这局的尾巴可能比较难断了，主要原因是中断了。
这回呢，要不直接扒他，防止是又忘记。难道说这尾巴只给零吗？还是说一个什么情况？摸不到。喷火球的硬值感觉还是比较大，但是我们的凯央嘛，不要把它引过来啊。好像凯央嘛还挺高兴的样子啊，貌似是在吹笛子。刚才给我看，我说你这个好样的，直接把这个怪引过来，结果是在那边好像跳上舞了。刚才是由于是持刀状态，所以说真的不知道该干什么，没法防御，也是这个确实很恶心啊。这样我们续两段，续三段吧，然后滚开。哎，又一个硬直，续一段。哇，好样的，海洋吧。不好，打到了翅膀，又打到了翅膀，这怎么办呢？这会愤怒嘛？不说愤怒，这可以续一个四段，对不对？算了，还是直接松开了。好像有什么东西烂掉的样子，可能是头破了吗？哎，好危险！我还看这个黑狼鸟是推着我们的卡扬曼，是我天。这个他们是有疑问啊，不太清楚这个会不会是像火龙一样，会不会把我们踩飞呢？貌似哎，好像会踩点血啊。刚才我是诚心跑过去的，也是做实验，貌似是会踩点血，但是完全这个影响不大，可以直接哎蓄力打空了。要是想拼伤害啊，可以完全这样的。哎，不错，瘸了，这样晃下来估计就差不多了。想打伤害的话，完全是可以，就是在他出这个甩尾的时候，跑到他要降落的地方，就是续大招什么的。这还是强续的伤害高很多啊！哇，这是954吗？哇，这局凯阳霸好猛啊！哎，这都没打死，好吧。这样是不是去七去了？绵鸟好像在七区睡觉，不太清楚。黑狼鸟果然在七区。这样我们先正好有染色啊，先等一等，让他停止移动，正好睡着后直接绵斩斩死得了。特选蘑菇不错，现在趁这个功夫挖点蘑菇什么的。蜂蜜感觉还比较好挖吧，因为毕竟这个采集点采蜂蜜的地方是只能采到蜂蜜。蘑菇采集点特选蘑菇就比较难挖了，因为你经常是感觉上特选蘑菇出现几率，我目前给我感觉好像是不到20%的样子。像一些比较普通的消化蘑菇啊什么的还挺高的，不太清楚啊，刚才是挖了好几个。哎，染色正好也没了，估计是睡着了，让我们去看一眼。哎，怎么也没睡觉。哇，这个蚊子不要过来坏事儿。我们还是打三段。我想做个试验啊，这个能打到吗？打不到，算了，还是老老实实的续吧。哇，直接死了！哇，3075，天哪！哎，
黑两两吃一，哇，发现我们好像刚才这个奥义是突然又好了，哎，又一个义，义好像是比较好出吧，好像听说是要，哎，破头是要拿耳朵，然后断尾是，目前我断了几次尾啊，没有，这居然没有死，过来。尾巴算了，我们这是毕竟是打的第一次挑战，第一次的挑战是没有尾巴，还是出林，不太清楚。不过尾巴它的基础奖励有尾巴，所以说也不是特别亏，尾巴给什么都行，毕竟是多扒一次嘛。好像我这个为什么是部位捕获？这算是捕获吗？哎，我觉得这算是 bug 吧，给了这么多东西，我觉得好像是这个怪睡觉的时候我们一刀给斩死了，好像他判定我们为捕获了吧，不太清楚啊，给我的感觉好像是判定成捕获了，给了这么多东西，我只破了他的破了翼，破了头，然后断了尾，不应该给这么多东西，可能是判定为捕获了，我觉得这是比较有意思。哎，这样我们的惊人的设计图这个主线任务先是完成，我们回一下城，顺道把之前像这些，哎，日常任务也交一下。这样我们先去交主线吧，因为我觉得这主线交完后很有可能后续有可能是在我们日常那边可能会接到什么，因为毕竟有东西找，然后去找什么工会啊什么的，可能会去那边可能更顺路一些，这样的话找这个法罗斯，哎，法莱斯好似不是很顺路，不过无所谓了。一个眼罩啊，是时装是不是？物品等级30，好像哦，因为我是选择了隐藏头盔啊，哎，我们隐藏头盔，这个眼罩感觉还可以吧，也是给大家看一下怎么拿下来呢，哇，这个居然还要，好，貌似是一些比较高级的物品，现在是需要输入 delete 才能给它消除掉。作品诗乐，哎，可以看是现在是又是绕异闻录。那我们先去交任务吧。今天我也是农场的日常，我是提前给交到了吧，应该是我自己交了，也是没有给录进来。感觉上每天农场现在的日常都差不多，我觉得没有必要给大家看了。又是一个新的委托，英雄年代4。说实话，工会日常我觉得一个人打还是相当吃力的。你们也不是说怎么说，其实有点耐心啊，给我感觉上就是有点耐心是可以打，但是。我是真的没有这种那么精力啊，就是去打得小心翼翼的，我肯定还会犯错。工会由于攻击力很高，我一个人打确实是太吃力了。这样猫猫日常还有一个日常训练完成亲密度，
清明路线估计我们先不练了，等我们的农场收好了以后，可以看还有24天呢，收好之后再去练。这样应该是没有什么礼包之类的吧？好像没有啊。哎，这样是异闻录是吧？让我们看一下吧。异闻录呢，今天的日常是喵喵异闻录，夏夜的光虫跟自然疗法。貌似需要5星的吗？自然疗法。夏夜与光虫啊，好像是我读错了吧？看一下这个吧。捕捉光虫，4分内完成。这样我们看这期时间应该够做啊。我们先做限制时间，居然只有12分钟。目标地区居然是救亡的陵寝，这应该是好像是之前打火龙的地方。太清楚，吃了准备。太清楚，这由于是我们第一次来，会不会有电话什么的？是没有啊。哇，夏天夜晚是抓光虫的好时机喵。捕捉光虫20个。我没有带捕虫网吧，我带了好像。五区有好多，我们现在带几区？带3区，那就去5区呗。哎，这样写的是注意雷光虫，光虫在哪？这个吗？直接跑过去，好像是直接是跑路啊。另外，我们怎么发现走的这么慢呢？还有一个，哇，天，这是捉迷藏任务吗？发生很严重错误类型。好吧，这样我们。再登一遍，希望我能想起来把这期的看一下，又是告诉我什么消耗内存才500多兆，500多兆也算内存吗？我现在内存使用率15%，真是不太明白。哎，大家晚婚回来。刚才我是不太明白，其实也不是，不应该说是不明白，可能是跟我这个设置有关系。二测的时候，我记得在斗技场的，应该是就是千兽啊，千�兽有一波是出貌似100来只雷光虫。那二测的时候呢，我就是每次到雷光虫都会直接出就是报错，然后跳出来。给我感觉好像是，哎，配置调太高的话，这个我觉得应该不是我天，这还是我之前玩的游戏吗？哇天哪，感觉好像一下技术后退了10年啊，可能没有这么严重。不过哎，可以看 online 的低画质啊，低画质要求应该从这个画质来看应该还是非常低的，所以说应该不是特别的吃配置。我现在之前开最高配置的时候帧数也是最高60，现在是有260，大家可能是看不见啊，不过这也真的是太恐怖了。这我们再进这个任务，希望不会再报错了。我觉得还是优化问题吧，不太清楚，刚才也是哎，报错后告提示我什么？以下提示一个程序告诉我占用了太多的系统内存，好像是失败了，直接退出来了。哇，太恐怖了！我觉得可以，天哪，可以逛一圈啊！天哪，这还是我之前玩的那个怪物猎人吗？算了，我已经不敢看了，算了，还是接着去做这个任务吧。毕竟，哎，等一下，这个猫的眼睛，我天哪，好恐怖，好像是像闹鬼一样，
之前的明明是发的光的，现在好像感觉上有点像这个玻璃珠子。这样接着去做吧，我觉得还是优化问题，可能是类似于比如说内存不太清嘛，我的哎天哪，我的配置应该是绝对不好，但我是不想暴露我的配置，不过我的配置还是绝对是够的，所以说这个出报错问题我觉得还是应该是优化问题吧，可能是算了，我也不太懂啊，我也是随便说也是不太好，也可以看发现远处就居然可以看见那光头，哇，这个游戏画质说实话给我感觉有点像分辨率特别高的掌机，就是给我这么一个感觉，但是我们要找的光虫呢，挺知道找到哪辈的张姐，哎这还没拿到好像，好吧，远处有一个，哎又没了吗，这儿有一个，有两个，好像刚抓到一个啊，好像吃到了，吃一个光虫好像降低移动速度啊，这样我们趁着这个机会呢，哎吃个肉，那边太远了，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抓不到了，我们不抓了，去抓别的，哇这个任务有点太恶心了，好像被后背有一个，哎又没了，好，这样一个人我估计这个任务是很无聊了，我大家凯妈斗志不足，这边是可以采集是什么东西，完全看不见有东西啊，好像可以把某种石头镶进去，哎又没了，另外我怎么觉得雷光虫越来越多了，哎这还没有踩到啊，好吧，不知道大家看着怎么样，我个人我玩的已经是开始无聊了，觉得设计这么一个任务组队可能还好啊，一个人玩感觉完全就是蛋疼，没事闲着，我估计真的是闲着蛋疼了才会去玩这个任务，抓了，我们跑了都快五分钟了，发现还抓到七只，而且我现在眼睛都有点疼，因为不停的需要去换视角的。天哪！哎，终于过半了！哎呦天哪，这是。总之我觉得这个任务不是特别好玩啊，喵喵异闻录一般普遍就是胡搞，虽然是胡搞，但是我觉得你要弄一些比较好玩的东西吧，这种就是不停的跑地图抓虫子，抓到后呢你还会减速，这有什么意义呢，而且还涉及这么多的石头，我们也是看不见，我怎么这个雷光虫是越来越大了吗，还是他们会合体，哇天哪，好像是会合体啊，不太清楚，哎呦还有剩五个，我们小地图上也是看不见，是哪儿有的话也不会有提醒什么的，
这个石头背后有一个，不过我高度怀疑我们跑过去它还在不在。马斯吃到了，真是这种任务是不太清楚啊，可能是定一个路线啊比较好呢，还是说随机找比较好？因为毕竟它是随机刷出来的，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有刷的，可能有，就是可能有这个叫有规律啊，但是我目前是没有发现。这哎，旁边刷了一个，好像又一个。这样还剩一个，希望能亲眼看见。另外这个雷光虫还好，不像二侧中，二侧中感觉真的是全体雷光虫全部进入敌对状态，结果就打得你人连起都起不来，包括一些带这个钢体效果武器，我也是非常气愤。不太清楚，现在依然是有些怪，我们带钢体依然是会中招啊。不太清楚是卡了，还是说这个依然没有设计好。不过总算是完成了，我们估计可能有说这个雷光虫，哎，我们可能打不到了，是打不到了，想打一下试试，这么大的雷光虫，只得了40分，也是最差的一个，没有办法，我毕竟我一个人，这个任务还是组队，我估计不会有任务说人越多越难做的吧，应该是人越多越好做。包好，礼包我们先不开了，现在背包好像有点满，我把开了后到时候就是送到邮箱里去。这样还有一个叫自然疗法，使用暖气治疗胃疾，4分内完成了。使用暖气，这个暖气是我们冬天烧的那个暖气吗？还是说康复度？哎，好像是鸡翅吃多了，刚刚去拿上补给去治疗。貌似又是一个暖气在哪里？是这个吗？去五区怎么走？击败蓝速龙可以使猎人跑得更快。哎，我们怎么自己就加血了？哎，不好，五区去4区啊！哦，我们加血的原因应该是天，哇，这个希望死不了啊！这样看着是不是舒服了？宝怎么卡了？哎，刚才是什么情况？哎，这个是暖气吗？好像不太明显啊。哇，我觉得有一点悬哎！哇，这么好像这个我大概明白什么意思了，就是哎，这边有好多的怪，我们呢需要去把这个怪呢都是给消灭掉，等于是可以选择消灭，或者说是
还有暖气吗？在哪里？在那里。cos 什么杀蓝素龙可以提高，好像杀死两个，这个还是挺血还是挺厚的啊。有暖气了，哇，这个猪是在打谁？哇，这个桃门的，我觉得龙车这个修正有点太过分了。好像这个任务就是好像挂一只越刷越多了吧，现在是又刷了几只速龙出来。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杀速龙，毕竟杀的时候还是会被掉些血，而且浪费点时间，你直接靠吃这个东西就可以了。好像死了一只，这应该不是我们打死的。又出现了，在那边。小野猪的猪车应该是赶不上我们吧？我觉得赶不上我们的，所以说我是不用时刻，等于是看着他们，应该是不会。桃毛的修正很大，基本上是修正特别严重，但是由于速度比较慢，我觉得也是威胁不大。只要我们时刻保持移动，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这样还剩两个，哎，看一下最后一个还没有刷出来啊，再等一等。那边好的，这样终于是完成了。哇，80分，不太清楚是这个就是要最高奖励奖杯应该是要多少分内完成啊？刚才好像是4分多，可能要4分以内吧，不太清楚。这种任务我觉得一个人做不太清楚啊，刚才也是感觉还是可能凭运气吧，有时候。喵喵还是觉得一个人做有些任务真的是特别难，有些任务就是你可以做完，但是想得高分绝对是不能说绝对不可能啊，不过给我来说就是你需要不停的去尝试，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个人来讲觉得是没有完全必要，所以我就不试了，也是随便送给大家看看，这样我们交一些任务然后看一下后续。看板娘，普雷尼又是谁？反正是你，你是秘书啊。这有一个颓废的英雄之人。可能在屋外边啊，可能是在屋外边啊。果然这个人，这样可能是要帮助他，可能是去斗技还是参加这次精英猎人考试。条件：讨伐金毛兽王，讨伐电龙。这样估计这期时间由于是报了个错，所以说我的录制时间是已经超了，但是截出去的话，估计。是应该跟平常差不多吧，
下期我们也是接着继续我们主线，去做一下讨伐金毛兽跟变人任务。这也是下期了，我到时候呢也是试吧，看看能不能喊个人来，因为毕竟这金毛兽不是打不过啊，就是要特别小心。觉得可能还是因为我不太熟悉，毕竟是只新怪，多打打就好了。这是，总之也是下期计划了，我们到时候再说了。这也是希望大家能喜欢这期，我们下期见。